乔斯，一楼乔斯，玩具开箱时间。今天我们要开箱的主题是什么？如果说钢弹里面的角色啊，算是最长寿的、最多样化的商品啊，原主钢弹 I782， 或是独角兽钢弹，我们都可以知道它有非常多不同模式。今天开箱主题，它可以说是跨世代，我们这种比较年长的啊，跟比较年轻的小朋友都喜欢的角色，没错，就是这个，就是异端钢弹。异端钢弹其实很多颜色，然后各种比例规格在组装模型类都有推出，从最大的 PG 版，没有，他们有 Mega Size， 独角兽还有 Mega Size， 他除了 Mega Size 还没突破以外， PG 这个 HIM MG 就不用说，也是非常多款式，再加上 PB 推出的，所以异端就是中二，就是帅，最中二的代表。那我们今天直接开箱，就是由万代 Tamashination 推出的Metal Build Gundam Astray Red Front Guy。 好，其实 Metal Build 它的品牌系列不用再多讲，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可以查一下多厉害。它就是由万代 Tamashination 推出的一个比较高端的合金完成品系列。从外观可以看到，上面直接就是一个烫，这个算是金吗还是铜色，一个铜色的 Metal Build 的 logo。 然后我们这边摸起来表面质感做得非常好，而且我这一盒拿到一点压到一点核损，配备有250刀，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大剑，就是异端最著名就是大剑这样的装备。我们看到背面这边，整个这种红色调，比如说它有弓箭形态，它有大剑形态，它有变成背包的形态，非常多形态，所以在把玩上也是非常的可玩性很高。短的侧面这边用红色色调诠释，那下面这边有个03的标识，它其实就是在Seed MSV 这个系列推出 for Metal Build 的第三弹商品。那前面两款就是都跟攻击钢弹相关的一些背包跟改装武器，那第三款就是由红异端担当了。那我们直接来开箱吧。直接，哦哟，很厚哎，哇，就是满满的。然后整体配件相当丰富，它的整个官方的售价是25,000元日币。那其实今年这个2020年推出的版本，早在3年前就已经有推出红异端改。今年2020年的版本是在更进化，就是比如针对肩膀啦的一些涂装，或是它的造型的配色，或是它的一些细节的地方在做更加提升。虽然我没有旧的啦，我也没办法比较，可是我们就来玩玩看吧，看它这个到底多精彩，多值得购买。首先就是底台啦，就是它的基本底台，然后这边还有附两个它的光速军刀的柄。好，再我们开这盒，这盒主要是它的守护配件，再来就是它的武器武士刀，其实做工相当精致。再来就是大剑本体，比那种 MG 的组装模型更精巧一点。这个附的就是给大剑用的支撑架。好，我说明书，因为它有配件有很多种不同的模式，所以它要非常详细的介绍。好，再来我们就来开本体。哇，哦，本体重量感很高哦。这个 Metal Build 就要拿起来这样测试一下它的重量感。它其实整体的配色就是红白配色为主，那当然它在红色上面也是有做了很多这种其他的颜色的诠释，有一些这种比较偏橘的金属色啦，去增加它的丰富度。哦呦，这个天线就要特别小心了，它完全压进去，哇，超紧的。下半部它金属骨架的成分还蛮高的。它白色除了做一些基础的白色，它也做了这种比较灰白色去做搭配。我觉得它这支比较炫炮，就是它用了很多这种底色压制去做这种编排，然后甚至于它的这个腿部这边也是有做这样的一个结构。好，我们先来把玩一下基础本体的一些可动度，它提升了哪些地方。好，肩膀这边还多了一个可动机构。再来骨架的部分，我们来动一下吧。上手背跟肩膀连接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它阻尼感设计的不错，后面这边的曲折，因为基本上异端它整个是骨架的形式去设计，所以它在一些可动度上应该会强很多。就是手背可以折到这样，可以了，它是靠前臂再稍微折一下，可是极限就这样，极限这样，完蛋了，我那几只要掉塞了。它腰部可动，可以看到它背的这些机构的联动，有没有？看到吗？还有一些这种可动度，
北部往外开，它到这边会有一个干涉，它只能开到这样，它不能一致嘛。我们可以再高一点，可以到这里。那往后呢？往后就会有点干涉，往后就卡住了，它就不能动，就这样。大腿外装甲上的联动，跟膝关节的联动。哇，最高极限。好，脚掌是做前后分离的，可是后面这一块后脚掌是不能动的。然后它这边中间有一个水平关节。再来，我们就来挑战下一个高跪姿。我不知道哎，有点僵哎，试试看吧。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丢毁了！球冠就这样喷出来。下半身的肌肉感是真的不错啊。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肌肉练太壮了，牺牲了可动。好，那我们就来让他进行几个形态的变化。其实乔老师最喜欢的是红翼端，加上他拿盾，然后跟枪，就最基本的版本。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翼端，就是在 Seed 他出套件嘛，就是1%的时候的红翼端，那就是1:100红翼端。然后他的造型当然没有现在那么漂亮，可是那就是我印象中红翼端应该要有样子，最原始的感觉。就这一盒就是基础版的翼端，就是他只有 GE 文字，还没有虎彻的时候。他这把武士刀，他其实要表现出他那种开封过的感觉，可是他是用涂装的，就是有一点假了，不够真。然后他上面这边有红翼端配的武士刀最著名的两把，一把就是橘衣文字，你看到吗？这边有橘衣文字，那另外一把就是虎彻，造型完全就不一样。好，拉拿枪，好，手指的设计一样是这种软件的材质，他没有做分件，所以让你直接尬上去。好，直接这样。那手握枪，那手的替换就比较简单了，就这样。好，这是算第一个形态。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支红翼端改它的大刀。那基本上我们先从涂装上面来看了，那基础分色都不太有问题。可是我看到这里是怎样？它这里有很大一块这个脱漆耶，对啊，白色好像汤口那种剪爆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武器啊？你看这种红翼端上面设计就是这样，很多这种刺刺尖尖的东西。现在前端的这个夹子打开，装上这一个，然后就把夹子合起来，再加上一个这个刀柄的推进器，装上去，很现代感那种流线感。对，这就是红翼端设计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流线感。好，这样的一个大小拿在手上，它已经撑不住。好，它可以握在手上，那它当然需要一个支撑架辅助。其实我觉得造型还蛮有趣的，就是它这样拿这样刀，就是这么大把，很不合逻辑。那我们再来让它下一个形态，我们就照说明书的方式。好，下一个形态一样需要底台，然后我们放上支架，然后插它背包的屁股。反正你买这个回去就是一直换来换去，然后最后不是它不够坚固，是你玩到松掉。哇，它这个其实，它这个支架也很猛，它就靠着这个点撑着，要撑那么大块铁。然后它的上面说明书是斜放，就这样。帅吗？帅吗？这样扫把它就打开了，呼，呜呼。然后再来我们变弓，这个弓哦，就是它这个要这样折进来，这样折进来，然后怎样？这样。是有那么一点复杂，再加上它的这个光束特效件，哦，这就是弓的形态。哦，所以其实这一组套件，顺便是买这个背包。好了，我们这一趴就用这样结束。你看，我也可以这样啊！哇，这样很帅，背着射，背着乱射。好 ，OK， 我们直接就来做一个它最后的最终形态。它这个叫什么形态啊？这是基本合会上的形态。它这个这上面是一个有点倒 A 的倒三角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蛮帅的。那它这个柄这边全部都要拔掉。哎，帅！这个背包蛮帅的，我觉得折成这样还不错，蛮有成就感。
哇，这个距离也太远了吧，超远。好，我们基础形态完成，就像这样。面这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哎，有没有再延伸出来的一个小滑块？哦，就像这边侧面可以再拉开，再裂甲更丰富一点。好，再来其实就是一些它的上面的武装啊，转一些转向，转一些方向，让它看起来就是更丰富。它其实玩到最后，甚至于有一些方法跟它的陈列的方式跟拼凑的方式，玩家还可以自创去用出来更多元的一些玩法。我觉得它已经就是以帅为前提去无限的爆发，它就是很多的刺一直这样无限的扩张，这就是异端钢弹的精神，就是无限的浮夸，然后无限的中二，甚至于之前在 PB 有推出一个版本，最浮夸就是高出力型的红异端，浮夸到他手上拿那个刀柄，那个刀柄他号称是1:1人啊可以拿的大小，我觉得那个版本也蛮有趣的，就只有柄而已，没有刀身。然后我也不知道出那样东西的意义何在，大猩猩的手背，然后去拿那高出力型的刀。所以你对这支的评价怎么样？我觉得可动没有我想象中的再更好了，因为毕竟它可能有部分是延续2017年的设计，我觉得就可动的部分。那再来瑕疵就是在上面有一些汤口比较大，我觉得那很可惜。它整件它有很多地方是这种金属装的，直接咬合住的，或是金属零件的结合，甚至于像它有很多这种比较细碎的零件可以拉开的这种设计，都是在这个版本上才看到，因为之前在 MG 的版本是没有这样的设计的。整体的把玩性是很高的，而且它的替换性也是，它后面有写到可以跟翔翼型的背包去做连结，而且光这本说明书它后面其实还有很多可以玩的地方。以上就是乔老师今天开箱 Metal Build 推出的异端钢弹红色机改。那还想看乔老师开箱什么，或者是针对今天的开箱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那希望这影片就我们点订赞，那记得追踪乔老师 IGFB。那我们的玩具开箱下次见喽，拜。这个武装真的是很酷，对，哇，那整个刺刺的，对，然后又可以背到背上，哇，那哇。你可以帮我配那个神射手的音乐。